又再一次好多 message 恭喜我。其实呢我太太呢就上星期啱啱都嚟完女性嘅一个周期嘅，所以係冇咗，唔係冇咗，係冇呢件事发生，咁所以就即係多謝大家都咁關注佢嘅身形啦，可能即係啲燈光啊，同埋條裙比較寬鬆啊，大家就覺得佢可能有少少印味濃咁樣啦。咁但係就暫時未有呢個計劃住嘅。早前憑台慶劇《香港人在北京》人氣急升嘅吳業坤，佢同日本太太濱口愛子喺舊年備婚，當時有傳佢哋閃婚，疑似雙喜臨門。不過坤哥否認，仲表示暫冇計劃生 B。而最近愛子出席公開活動嗰陣，一身鬆身裙打扮竟然土突突，因此再惹外界揣測佢疑似懷孕，不少網民都紛紛留言恭喜坤哥準備做老豆。不過原來是擺烏龍啊！坤哥昨晚參與善心滿載仁愛堂演出，期間受訪嗰陣被追問太太懷孕一事，不嬲直男的佢竟然爆出愛子的生理期，否認傳聞。佢坦言同太太有共識，暫時都未諗住生 B， 計劃至少兩年之後先至會考慮做人。不過坤哥亦都多謝大家對愛子的关注，目前他都是想先以事业为重。